还得打得稳健一点。咱们两个得找机会打个大包，我没绷带。你一点绷带都没有吗？我一点都没有，很急，说实话。给绷带，我绷带给你，绷带给你，绷带给你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啊，没。快三，快三，快三，十八秒。到了之后一滴打个大包，三个大包还能进一种。我五个。可能进，你把先把绷带给缠上来，我看着点时间。我感觉要赶。再打包了。进得去。担心觉得很穷，我没有高倍。我有，给你。没有，我说四倍，我没有四倍。大包，我先分你。不用不用，我有一个，打打打，直接上去上去上去。上去看不我还有，再分你一个，给。给他们偷着去。好。左边走，右边走。哎哎哎哎。打开。没雷，我就一颗雷。他们在外围打的，可以进，可以进里面，可以进里面。我要进上面什么东西？在那个楼里面。楼在你脸上。正在往楼里面打的。为什么楼里面会炸雷呢？只死了一个，我看到一个。我能有机会上楼吗？你觉得？我靠！我是菜逼！大残就一大灯跑了，秘书官可以感觉自己拉。我一刀，他去打药了，这没给他秒到，我自己都没看清楚他。好像就他一个了，没事，拉起来。你在那房子里面。嗯。撤一撤，撤一撤，撤一撤，撤一撤。僵尸血是，他狗杂子，我给他打了一丝血。妈嘞，这是个菜啊！假牺牲。被抽了，什么事？死了死了。你上哪儿？哦，完了。走走走，又没事，从下面下去，全部都一毙。这双击给我来一枪，我直接倒。果然狗砸猛啊！但是我跟枪更烂了，是的。